今天要先来买一点酒，然后去 Hampton。没有我喜欢的口味，那我就不买了。今天又是一个阴天，我穿了一件卫衣套装，我现在准备出发去 Chaston， 实在太困了。圣诞的装扮，真的好多人啊！解封了之后，风雨到了，我快饿死了。我们点了一个松露薯条，我还想再点一个这个。这里有圣诞拍照环节。这里看电影，我现在在等艾迪来买爆米花，搞点可乐。今天买了这么多，还有这只包。他真的买了超多东西，而我感觉没什么好买的。我们刚看完这个电影，天哪，我太困了，我大概睡了有半场电影。我那个椅子就是很舒服，就让人很想睡觉，准备回家。这是今天艾薇的战利品，我感觉这个最好看，然后这个第二好看，然后这个好看，还有这个 collection 也很好看。他买了两个这个，就只是因为在商场脱妆，然后就买了两个这个来我家玩 Uno， 然后因为吃下去，来你继续。我们深夜的麦当劳点了超多，